天下雜誌公布年度縣市首長施政滿意度調查結果，嘉義市長黃美惠施政滿意度再度獲評為全國施政標杆首長。市長黃美惠感謝嘉義市民的信任和支持，也感謝市府團隊共同努力，讓小城發光，實現台灣新都心的幸福宜居城市。天下雜誌2024年縣市首長施政滿意度調查結果在9月30日公布。嘉義市長敏惠率領嘉義市持續升級對白，施政滿意度再度入選成為全國施政標杆首長。市長敏惠表示，嘉義市的營利事業、銷售業和每一個家庭平均會當支配的所得，連續5年都創下新紀錄，顯示民間經濟活力旺盛。嘉義市超前部署，佇咧今年5月份，也來通過嘉義市淨零排放飲食管理主題條例，讓飲食進入城市治理，佮有市民的生活。打造校園成為嘉義市集團飲食教育基地。全嘉義市公立中小學合幼稚園集團校園認證的參與率達到100%，建置集團飲食家園，低層級的參與率也是100%，都是全國第一。嘉義市長敏惠強調，民眾的支持和信任是市府團隊施政的重要基礎，讓市民感受到幸福，對施政感覺滿意，是伊致力想要達成的重要理念和目標。在咧資源受到限制的情形之下，努力拼建设、拼经济，不断自我超越，以实践城市饮食发展作为施政的主题，带动着城市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进步。最新新闻，张定珠、王秀璇、嘉义市采访报道。这也代表着台湾迄阵非常艰苦、物资匮乏的时代，但是一碗鸡肉饭带来满满的幸福、满满的饱足。那这一碗鸡肉饭已经成为是我们庶民的美食，但是这样的美食带给大家已经成为嘉义的特色。所以嘉义火鸡肉饭、嘉义鸡肉饭可以说是在世界闻名的。那今天借由特展，我们把这个故事也运用了许多的科技，运用了许多每一个人的心得，大家一起来分享。我想你的心中是不是也有一碗不一样的给瓦羹？